而且今天是2月2号礼拜二，所以我等等拍完这部之后我就要去看天竺鼠车车。当你喜欢的角色加倍，但是你却抽到别字，我们称之为了 Y。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勋的实况，我是勋古烈，节目晚一点 Love Life Squad of Festival。 各位，这一天还是来了，我们要来抽5000万玩家纪念世界甜点篇 Nico 限定 UR。 各位，这样 Nico UR 出到现在已经剩3天了，我们迟早还是要把它抽到手，但是我们现在爱心只有181颗，券友券只有5张，好不好？所以你们知道等等要发生什么事了，我非常希望我可以在这个数目以内把 Nico 抽到手，如果没有抽到，我等等就要跑便利商店了，好不好？那我们等等就直接开抽，然后我又在刚睡醒的时候拍实况，而且今天是2月2号礼拜二，所以我等等拍完这部之后我就要去看天竺鼠车车。好不好？那我们就直接开抽吧。我们可以顺便聊一下最近那个，我最近又开始拍那个 Mask 初见实况的事情。对，我刚睡醒，我的喉咙好像不太好。好啦，我们先来抽券友券好不好？有没有机会5抽以内就抽到？如果有，那真的是奇迹啊。可是呢，在这样子的绝境以内，我只能说如果这样子就能抽到，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我们上次抽 AS 才用过骂刀，我是觉得短时间内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玄学再用一次应该是不会灵的啦。所以我们这次就最近我想不到什么东西好骂的，觉得抽完这个我可能要先去喝个水。好啦，剩最后2抽，这2抽没抽到我们再想想等等要聊什么。哇，果然抽不到了。好啦，等等直接10连见真章啦，我们也只有3次机会而已啦。好啦，来抽我们的10连啦，不是10连，11连啦，我们只有3次机会，究竟有没有机会抽到？我前几次抽卡的人品都不是到很好，我说 SIF 啦，所以究竟这次有没有机会出现奇迹呢？反正你现在不让我，我现在不氪，我之后可能还是要氪嘛，你不一定让我现在就氪，对不对？来吧，先来第一次11连，羽毛，拜托了羽毛啊。没有，虽然那个圣诞妮可很可爱，但是我应该已经抽了 N 张了，这个也是温泉妮可也是啊，这个卡池怎么抽都会是 Nico 啊，所以我们可以顺便来看一下各种不同的 Nico。 可是我还是希望早点抽 U 啊，好不好？啊，第一个11连没有，没关系，还有2次11连，来吧，第二次，拜托了羽毛啊，我们只剩一次机会了。哇，没有羽毛应该就不会升格成 U 啊，剩一次机会了，拜托了！你知道拍片拍到一半跑便利商店其实是很麻烦的，而且我要再讲一次，我住桃园呢，我现在不是很想出门呢，不要让我出门好不好？最后一次机会了，第3次11连，跑一下啊！羽毛，啊，哇！这真是奇迹啊！我其实觉得我这一次拍片很高很高的几率会跑便利商店，而且几率可能比之前抽领喵生日还要高，因为我才3次11连而已。哇，谢谢！这个真的太高兴了！哇，谢谢！哇，好可爱哦！好啦，展示给大家看了。
看一下他的技能好了。欸，他有那个吗？他这次也有方形，我忘了讲。他这次也有那个 Live Arena 限定的这个 SIS 哦。那他这个是生技能的主动技哦。好啊，差不多就这样。哇，这次影片很短欸。哇，我这次也没有跟大家聊那个 Master 初见的事情，没关系啊，反正就是之后会再出啊。那你们看到我昨天出的那一部档案有点状况哦，但那个我还是会想其他方法，其实就是换手机啊。为什么我之前都没有换手机？那是因为就是换了 S7 去拍，那是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录影程式的问题，我就想说先不要换手机，然后换个录影程式就还是不行了。那就是说如果我有空的话，我会把 SF 转到 S7 去拍，那没有空可能就是没有空可能先不拍吧，我也不知道。那不就是这样啊。那这次居然33家，欸，33，对啊，38抽，这38抽也没有到说很欧吧。啊，其实有点欧啦，所以38，你知道我们之前好像好几次 bug 都50抽以上，所以现在看到38抽就觉得哦好像很欧哦。对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了。那我们这次的这个 Nico， 5000万玩家纪念的这个世界甜点片限定 UR 的这个限定 box 抽，在那边先告一段落了。那我们终于5000万领 Ruby Nico 都抽到了，而且抽完这三个居然没有让我氪到金，非常让人惊讶。但是我们的首次参拜 Nico 应该是抽不到，有点可惜哦。没关系，那个我们国际版在抽啊，其实我还是觉得蛮可惜的，好不好？那国际版之后可能还有 AC 限定可以抽，那个就再看看好不好。那一样哦，老规矩哦，我们这个 SF 好友，如果各位看过想加勋的 SF 好友的话，我国际版跟日版的 ID 都放在影片下方的说明，那各位看官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说一下你是我看官，然后想加我好友，欸，提出申请的话基本上我都会接受，但是就麻烦请一定要讲好不好。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我们这次的抽卡实况就先说到这边啊。好，那想不见实况就先说到这边。好， Let's go next episode。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并且分享，想继续看下去的话，可以在影片右下方订阅，从现在开始成为高马比的浓点声，买一下铃铛，有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评论区留言。今天是名部最大动力，有没有就在 B 号 IG？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咪。